都别吵了。最近学校里同学之间追逐打闹的现象十分严重，校方决定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方式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学生都必须佩戴号码牌。看我的号码8888，只有学习好的学生才有资格获得吉利号码哦。不用问，你是8888，我是4444。带这么一个破牌牌有什么用？我就在走廊里跑咋地？我就跑就跑，老师看不到我就跑，耶耶耶！阿帅，阿帅，今天3次超速奔跑，罚你扫3天教室。老师、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你没注意到学校里安装了很多摄像头吗？累死我了。就在这小子的桌上睡一觉吧。违章停人！我最近可守规矩了，从不乱跑，也没撞人。阿帅，你违章，罚你扫1个月的教室。为什么？凭什么罚我？你以为会冤枉你？摄像头拍到你在走廊里逆行2次，背包过多严重超载1次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就算这几次违章也用不着罚扫1个月的地吧。我不说了吗？不会冤枉你的。当当当当，测屁仪。你尾气严重超标，不知道吧？老天啊，天天扫地好累啊。吃点巧克力解解乏。好晕啊。怎么回事？是他撞我。你俩都来测一测。吹。酒精度数为0，不愧为好学生呀。该你了，吹。酒精99度。你酒后走路还肇事，吊销你的走路执照。罪有应得。严惩酒驾，全部手软。我不该把一整盒酒精巧克力全吃了呀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正在进化吧，估计下学期能进化成直立行走。他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